步，我们还是先确定出横切机前后中心线的位置，找到把它标记出来。现在我们测量出横切机整体的宽度在3.2米，找到它的中心点1.6米位置，标记出来，然后把它的位置与中心线位置重合，这是前端后端相同的操作。现在我们来测量牵引机与切割机之间的水平距离，现在可以测量出是在2.5米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牵引机与横切机的另外一侧，找到它们相同的基准点，去测量它的水平距离，显示250。我们确定好水平线的距离之后，接下来来测量两者之间的对角线，同样也是在它们相同的基准点，现在测量出是在430。我们在它们对称的基准点去测量第二组对角线的距离，现在显示4301，可以。以上就是我们 ABS 设备全部的机械安装过程，上面从主机、流道、模具、三滚以及后面牵引还有横切的全部机械安装部分的注意事项。